大家好，我是湖北省蕲春县委书记赵少廉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蕲春，了解蕲春。蕲春的蕲字很神奇，中国地理志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，蕲春以水为多奇菜而得名，辞海注释说：“蕲，香草，药草也。” 蕲春这个以药命名的县，在国内更是少见。蕲春在哪里？它位于湖北省东南部，南宁长江北一大别山，两小时左右可以到达武汉、南昌等13个大中城市，是京九铁路的终点，沪蓉高速、麻阳高速、长江黄金水道、大别山福地公路和正在修建的煌煌高铁。 蕲泰高速贯穿全境，进出往来十分便利。蕲春风景秀美宜人，地处神奇的北纬30度，大别山天然的生态屏障，让蕲春气候舒适，是纯天然、原生态的天然氧吧。 境内山区、平原、丘陵、湖泊纵横交错，有湖北省最美湖泊——国家级湿地公园赤龙湖，有国家级文保单位李时珍药物馆、李时珍陵园，有道教圣地仙人台、佛教圣地文岗山和4A级旅游景区做人山生态旅游区、濮阳关阴道文化旅游区。 有蕲之高、汤冲、李山等一大片秀美乡村，是宜居宜游的康养之地。蕲春历史文化厚重，建县于公元前201年，千百年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中药文化，岐黄禅宗甲天下，南北禅宗寓于蕲的宗教文化。 天道自然，天人相应的养生文化，千年炉火不息的楚陶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融合。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就诞生在蕲春，他编撰的《本草纲目》被誉为东方医药据典和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，入选世界第名录。一条长不过百米的东长街。 史称水漫红石头，状元满皆有。走出了100多位博士，据不完全统计，4300多位教授专家，遍布国内外知名院校，所以蕲春也有教授县的美誉，是可望可及的文昌之乡。蕲春产业特色鲜明。 作为李时珍故里，我们高举高打李时珍品牌，坚持药理联动发展战略，积极发展以医药、医疗、医养为主的全产业链，推出了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“Qi’Chun”为主的1000多种康养产品，新建了李时珍文化旅游区、Qi’Chun小镇、李时珍中医院、中国广药国际艺术区。 等一批康养、康疗、生态观光园区，成为湖北省唯一的国家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，是宜居宜业的希望之城。来蕲春，让你触摸中华中医药的传奇；来蕲春，让你领略健康养生的真谛。神奇的蕲春，欢迎您！